师父，您吩咐的事儿我已经全部交代给萧天了，现在一切进展顺利。你们俩不愧为是我的好徒弟啊！萧天这孩子确实有点蠢，好在他尊师重道，恪守捉妖师的本分。你告诉他，事成之后，我必定会重用他。师父放心，徒儿一定不负师。 还在这笑呢，咋没长心啊？钱呢？<笑>快给钱！拿过来呢？我这有，这拿着。师傅，哎呦，咋的？臭不要脸！说这一万多年前，能量大陆尚未分裂，这妖神孙悟空今天正巡游这三十三重天，猛然发现一高大威猛的紫薯精。 这紫薯精啊，这三重宝，这是我的儿媳妇儿。去年出去的，这一走啊，就一年多，他在城里呀、啊、大过的老字儿了，出来进去全是大太大轿。哎，走走走走啊！听说啊，这一年下来好几万个记性呢，这么厉害呀、啊？听说呀、啊，人家上面有人儿，不是吧？ 谁呀？咋是呢？我也听说，嗯，还有个老板，时时刻刻都在关注。嘿，去去去去去，你说你的，你听我的干嘛呀？你说那故事啊，昨天已经有先生讲过了。就是。哎，你说你以后接活能不能寻思寻思？那我们。 就是喜欢听什么王大娘跟李铁铮，你说来点事儿。你说你连自个儿目标观众谁是谁都整不明白，搞什么文艺创作呀？也就是说，你好不容易创作出来的故事，经常面临版权没有保障，导致很多人抄袭，而且还提前到处巡演，最后害得你损失惨重，是吧？嗯，没错。 他们就是赤裸裸的抄袭，哦，抄袭什么意思啊？根据《与成浮点》的解释，抄袭是将他人的文章、作品私自照抄，作为自己的发表，且有实质性相似，且在著作权实践判定中属于较难认定的行为。哦，哎呀，没懂。嘿嘿嘿嘿嘿，李铁匠居然叫王大娘吐口水，你上那边看行不行？<笑>那我怎么帮你呢？ 哎呀，他们抄袭我没完没了，这导致我现在灵感已经枯竭了。我是没有什么灵感写新的故事。这个叫灵感手套，上面有我们杂货铺的法术，你只需要戴上手套，将手掌放在自己头顶，百会穴处，闭眼感受自己的灵感，同时念出古老的咒语玛卡巴卡，感受自己的灵感。之后睁眼，记住整个过程要一气呵成，千万不能间断。 东西可以拿走，但是有个条件。这玩意儿能好使吗？李王好，今天就是你来年的忌日。乌鸦，明年的今天，我就去给你上坟磕头。 啊！玛卡玛卡！感觉灵感爆棚，感觉那控制不住的创作欲马上就要溢出来了。没错，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禹城争霸赛，首先邀请我们出场的是北城李光头。李光头，请你手持一把西瓜刀，挨着个的问西瓜贩，这瓜保熟啊！十年以来称霸的禹城北城。 再到我们后来的南城乌鸦，乌鸦，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西瓜小贩，靠着仗义疏财赢得了众多小弟的支持，两年内控制了南城的各大街区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比赛，马上开始了。我数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精彩吗？野草闲花遍地愁。 龙争虎斗几时休？抬头吴越楚，再看梁唐晋汉周。
说这上古时期有一神将，光头豹眼，脸上一道被闪电所劈成的刀疤，他你会不会说呀？不会说下去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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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我没说谎呀。你的故事是假的吗？你说这假的故事不就是在说谎吗？所以你不能说虚构的故事。逻辑清晰有进步啊，小七。那你们说怎么办？我总不能天天八卦去吧。我可是艺术家，难不成你让我去做小报记者吗？来瞧一瞧，看一看，哎，王铁匠和李寡妇的最新动态。李光头没戴绿帽子了。哎呀，这是咱们这确定是做好事儿？那当然算了，女怕嫁错郎，男怕入错行，没人比他更适合这个职业啊！你看他现在过得多幸福，哈哈哈哈。敢写老子，打他！干他！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也总算了却一件事儿了。嗯，哎，那接下来，对了，以张毅现在的影响力，我要是把小翠的寻人启事交给他，就一定能找到他的下落。我去了。喂，你是幽灵，他看不见你的呀，喂。小七，别来无恙了。江湖走一遭，寻人间逍遥，不问花落知多少。干地阔天高，挥剑指今朝，山间逍遥，劝你莫要走。你一笑，我竟忘记出招，谁是我在劫难逃？小师傅，等等我。日月照，天知晓，我只努力与相邀，你却善意度嗔笑，我不禁思考。这一路都明了，风雨并肩总飘摇，愿为彼此借一口。叫天知晓，世间百难已尽消，踏过云海多飘渺，留半个欢笑。这一路多纷扰，问天地何为正道，与你相遇见分晓，共享朝暮尽美好，蓦然回首知晓。